你是？我是去往冥界的带路人。那我们走吧。你不拿上你的手机吗？到那边还能留个念想。不用了，没什么意义。那好，走吧。看你年纪轻轻的，为什么要寻死呢？我只会念书，只会考试，可现在连考试都拿不了满分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我曾经也有一个和你一样大的女儿。那她也像我一样失败吗？她像你一样可爱。她也像我一样考不了满分吗？不，他每次都能拿满分。所以说我还是最失败的了。我曾经还想有一个外孙。那你后来实现愿望了吗？实现过。为什么是实现过？她十六岁那年怀孕，我说了她两句她就冲出去了，当我再去追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现在想想，如果他还在的话，我们应该过得很幸福。如果当初我在这儿的话，我一定能拉住我女儿。到了，过了前面那儿就是冥界了。孩子，你真的想好了？只有在梦里相依。